有些人一点进来就出去了，而有些人会随手点亮一颗小爱心，因为他们知道啊，每一颗小爱心啊都是对年轻人的一种鼓励。这个视频啊是我精心用3个小时拍出来的，10个人哪怕只有一个人给我双击，我也很知足。如果你也怀念过去，并且在奋斗的路上，希望留下一个双击，祝你们好运连连。喜欢赶海的小伙伴加个关注，晚上带你们户外直播赶海，谢谢你们的观看。